萌新最恐惧的武士，拿到最后的隐藏成就，你是自己打还是叫大佬的呢？就是在道奇塔佩莎这里，来这里有一个叫无名的 NPC， 和他对话，然后说要跟我打架。灭了他之后，再次跟他对话。接着我们根据任务提示，来到九条镇屋左边的小岛，在这个位置有一把刀，我们把它拔出来，然后回去找无名对话，说是又要跟我们打架。打败他之后再次对话，这次要我们寻找酒，找到这个叫松平的 NPC。拿到酒后回去找武士，喝了酒的大块头又找我们打架。干完后我们再次兑换，接着来到明追汤右下角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找到刀拔出来，回去找无名兑换，又说要跟我们比试一场，而且这个武士还变强了，击败他就可以直接拿到40原石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武士兑换，跟他说准备接招吧，然后和他打一架，30秒内击败他就可以获得隐藏成就大业务，记得去喊大佬帮忙哦。